掉了。优哥自然频道开始了，你现在做什么事情？在喂螳螂吃蝴蝶。哦，好，我们过年大吃大喝，可是螳螂都没东西吃，所以呢，好不容易做到了一只什么？阿克做到一只什么？蝴蝶。蝴蝶。啊，要给。现在我们要把蝴蝶放进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位置不对，因为它会咬你。转变，它会咬你的。手上次就这样放进去，就被它咬到手。然后这个可以再大一点，没关系，不然蝴蝶放不进去。然后蝴蝶进去了没？哇，蝴蝶飞到里面去了啊！这边要来了，破枪了，它来了，它看到了。橡皮筋，橡皮筋，谁？这谁呢？橡皮筋，绑起来，赶快！好，不要急，哎，你的手，哎，都没弄好。你的手被绑住了。螳螂会吃。好，现在。看到了没？不要动，不要动。他没有看到。没有吗？没有。他在他旁边一直动动动。嗯，他是没看到啊。就是，而且他刚刚以为还以为盲眼螳螂。他近视。近视。比我高。呜，飞了。别动。看到了。看到，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马上捉到了，捉到它了。真的是下去了。没有，捉到了。吃了。它翅膀烂掉了。它翅膀烂掉了怎么办？阿克有看到吗？开始吃了。它翅膀烂掉了怎么办？螳螂捉到。它嘴巴在动。蝴蝶了。从这里看，它因为它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太饿了。嘴巴在动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去西拉雅风景区，大家都拿一个罐子。我有救你的那个扣啊！哦，有一次他用跳的，对不对？他要抓那个罐子里面的蟑螂，然后呢，蟑螂动了，他就用跳的跳下去，这样跳下去，然后马上抓住，超级快。他没办法动，他是一秒间。阿克有看到他在吃吗？吃螳螂，吃什么？他在吃蝴蝶。蝴蝶。那蝴蝶在吃什么？他不知道。蝴蝶没吃什么。蝴蝶吸花蜜，所以我们是去那个有花的地方。那花蜜吃什么？花蜜吃阿克。哎，不要弄，不要弄。轻轻的，那个螳螂在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弄它，不然它会紧张，就把东西放掉，它就没办法吃了。慢慢来，哎，别弄了，用看，用看，眼睛看，你看他的嘴巴，左边要咬到，手会咬到，对，上次哥哥被他咬到，叫多大声？你试看一次，多大声？超大声的叫，真的超大声的，哥哥被他，没有被他吓到了，因为有点大声啊。所以我们用看的就好了，用看，看不到了。螳螂还没爬，还没什么？还没爬，因为它已经被抓住，没办法爬啦。没办法爬，它已经被抓住了。有没有切到它在动？所以蝴蝶就飞不走了。除非蝴蝶翅膀全部断掉，然后它的身体跑走，慢慢爬。哎，不要动。所以这就是个简单的食物链，对不对？你有教。不要动！阿克，螳螂吃什么？下次别人问你螳螂吃什么，吃蝴蝶。对，阿汤他会不会吃蟑螂？会。会啊，本来早上会不会吃阿克？他会不会吃阿克？怎么早上有一只？会不会吃阿克？我说不会。你说不会，但是他会咬我，知道了吗？好，说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没有拍到你。拜拜。你看他拍。拜拜。